就按快递单。哟，今天妈送东西是很急的。别急的，就这急的是好东西。哟，我得赶紧去改车了。是吧？你弄完家了，你再来吧，去吧。我回家。嗯。妈，这服呢？另外就是书都行了，对吧？这是铲盖用的。太改车。哎呦，你怎么正事了？你正能拉活不吃啊？我有个吃，可还得买点。要是还有买两水果东西吃吧。啊，你拆开吃的啊。哟，这东西真多呀，所以他们在这。这200多块钱呗。哎呦，真是了，不买这个东西，东西劲儿不少啊。嗯。啊，真不知道这从哪用的。这养多了，这家今年万有的这过的是。对啊，这不是咱是平常买的那些啥子，把药的，这不你对象的生意小了，嗯，用完这了，生意就更好，更赚钱了。我说这都有用儿，嗯，我想放长根儿就不去买这，用这买出来有用的东西，我就走了试试。我跟你都这不等会儿这咱，哎，效果更好。哎呀，可是了，后冬了叫爸爸给他组装的，大概才有不着。我就弄个多少根儿。他给我安静下来了。哦。不过新弄的麦克风会被传给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去也传给，是不是？叫爸爸组长的。嗯，就那个传给，叫爸爸下的，说我组长的，组长的上咋个，咋个直播的？我也想，传给。你想传给？哦，这样有这下一把麦克风亮了呗？哦，哦，这就亮好了。叫爸爸给他组长的。中，哦，这是新卡吧？因为这要听嘛。对对对，这是弄的，这是立体对。对，对，不好意思的。我给你拆开了。怎么拆开了？这个没用。没错。这是直角了。干啥？跳高度了，直角。爸爸，你能讲？蓝蓝白云飘，北极小书包。草儿开，鸟儿叫，太阳公公小。勤刷牙，勤洗澡，我是汉堡包。爱妈妈，爱爸爸，我要快快长安高。小马有人从来也不骑，有一群我骑着摇摇骑，骑在天。是小女孩小屁人，是小阿姨，不叫花呀，声音小你。唱的不错啊，喊了给你鼓掌。别那方给个鼓掌你哈，还有妈妈。不来啊，唱的都不来。这刀子就出来了，然后咱组长一下子。这过程就能用了，是不是？试试，看下试试唱歌好不好听，是不是？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好山农趣。拜拜。